停下！什么事儿？不能从这儿过，怎么？大桥被洪水冲断了。真的？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我看要到傍晚呢。那完了。你也走吗？谢谢你，司机同志。再见，再见，再见。 这些蚊子能要你的命，你看那儿，都是这沼地害的。这沼地是我们的露天坟墓。
谁呀？是我，爸爸。您好。你是谁？这儿的主人。这是米哈尔的家呀。是的，从前是。我不明白。他搬走了。他搬哪儿了？不知道。劳驾，借个活。吉克，你是叫我吗？不认得我了。Stavoli，Stavoli，你活着，活着，活着！怎么回事？说来话长，慢慢谈吧。家里去过了？去了，可我家搬了啊！你们住楼房了，你们的老房子给资产阶级住了。到你们家去，你家里都以为你牺牲了。走吧。Stavoli，Stavoli。妈妈，风要把你吹走了。你别在那儿说废话了，快去把窗户关好了。等一等，让我把辫子编好。叫你去你就去，快点。大娘您好。欢迎你季克。妈，您的儿子回来了，您这是怎么了？好妈妈，萨弗里，萨弗里，哥哥，哥哥，萨弗里，弗洛雷达。你这任性的丫头，快点回来休息吧，休息吧。长这么高了，小鬼啊！都是火药味儿。谁知道你多久不洗澡了？其实你从小就喜欢水，喜欢洗澡，爱用水浇你的小手，就跟小鸭子一样爱玩水，常常把水溅得我满身都是。那时候你很胖，很爱笑。后来你长大了，又老埋着头想。老婆子，老婆子，别再眼泪汪汪的了，来，准备吃饭吧。给我条毛巾。要我给你搓背吗？妈，瞧你说的。嗨，这孩子在妈妈面前还害臊呢。你干什么，老头子？不等儿子就喝上了。我就是尝尝味道。想什么样？我的孩子，祝你找个好对象。我已经找到了。好，你可以先聊聊。好，对对对，好，那今天我来喊你啊。Alex， 晚上好。晚上好。晚安，丽娜。晚安。晚安 ，Alex。晚安。你等我了。你们今天干了些什么？我们决定到乡下去，把那片沼地弄干。你也要去吗？我不能离开同志们。听着，丽娜，别去工作了。青年团的会，以后你也别去参加了。
和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讨论归讨论，现在你得听我的，明白吗？得听我的。我真不能理解你的性格，你根本不用参加工作，我保证你生活得很幸福。难道能把生活只看成是吃吃喝喝，参加跳舞晚会玩玩吗？你还需要什么呢？阿里克塞，还记得你从前说过的话吗？忘掉他，丽娜，你是结过婚的人了。看来我都应该忘了。Namuri kujenar kocho, na duarche li. Lutayone, tre poshkon, para partizan, bum! Lutayone, tre poshkon, para partizan. Karmi chenan daloye, prive do tiran. Karmi chenan daloye, prive do tiran.我要去睡了。我去睡了。不吃晚饭了。不吃了。爸爸，你怎么把我嫁给这么个人？你还不上学去，小调皮。我在等你，咱俩可以一块走。真的？你知道我上哪儿啊？知道。嘿嘿，小机灵鬼。Stavely。什么事？你别去了。丽娜，你不能怪他，他以为你牺牲了。嫁给谁了？阿里克塞·莫西。Stavely，弗洛雷达，去吧，同学喊你呢。弗洛雷达，快点，上课要迟到了。到处都能碰到死神，我们赶走死神，往后的日子就能像春天那样美好。萨布里，你能抓着我吗？好。
在做梦。是啊。你吃多了，我吃多往左边睡就会做梦。真的吗？游击队完蛋了，完蛋了，游击队没完蛋，法西斯完蛋了，法西斯。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我们把你打死了，你怎么不死啊？不，游击队是不死的，不死的。叔叔，游击队不会死，对吗？对，游击队不会死的，不会死的。同志，请等一下。你好啊，孩子。谢谢。那就好。爹娘好吗？好，大娘。谢天谢地，你平安回来了。谢谢你。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他们要我交一种税，今天就要我拿出50万金法郎。天哪！那你是普鲁克家的？我是的。还该多交点。大弗雷同志，书记请你进去。这什么意思？我比他先来的。我说过了，书记不接见你。那我怎么办？我要跳河了。别再啰嗦了，把你罐里的金发郎拿出来吧。我们的工作很多，什么事都有，而且全要白手起家。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去？那得听党分配啊。在上次会议上，党委决定派你到工地上去负责党的工作。你当过政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怎么样？工作很艰巨，不知道我行不行。当然，我有一些电力方面的知识，可是对于改造自然，我是一窍不通啊。会熟悉的，像你熟悉打仗一样，你说是吗？嗯，熟悉打仗，熟悉打仗，可打仗是另一回事。基卡同志，针织厂由国家接管了。这是有关文件和工人们写给党的感谢信。好极了，同志，现在我可以正式称你为厂长了，预祝你工作顺利，获得新的成就。谢谢你，基卡同志。哎，决定了。我感觉到担子很重啊。现在我们党员的担子都很重。我一定努力干，可希望你能经常帮助我呀。我们一定尽可能帮助你。几时动工啊？已经开工了，工程师下星期来。你看同志，外边还有一些人，你接见吗？有几个？11个。我接见。你几时动身？明天走。那好，咱们一块走，到那儿再详细谈。明天见。明天见。
大夫里。怎么不给我写信？在医院里我跟你写过，其实我没收到。也许因为打仗的关系。可我确实没收到。告诉我，你幸福吗？别谈这个 stuff。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到工地去工作了，往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不过丽娜，我是很难把你忘掉的。不，斯塔夫里，如果你是幸福的，那我就感到十分高兴了。是的，我很幸福。再见，斯塔夫里。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不能让阿尔巴尼亚受赤色分子的蹂躏。但愿上帝能合您的心意。不过能不能不让我去干这个差事？你打算抛弃你从前的理想吗？您没听懂我的话，福尔斯先生。我为理想花过心血，绝不会抛弃它。可是现在，我希望休息一下。我需要安静，我的精力不够了。你醉了，这酒很凶。可能的，美国的酒又凶又甜，又甜又凶啊。喝吧，醒醒酒。你忘了你是谁了？你以为你能适应这种形势？这种黑暗统治，这些下等人，阿尔巴尼亚的愚昧生活，你能忍受吗？亲爱的阿西，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个代号。明白吗，我的朋友？不能忘记过去。我了解你，阿波提，很了解你。你今天这种心情就像你喝醉酒一样，很快就会消失的。好吧，不能让沼地变干，你们一定要破坏这项工程，制造技术困难，在工人中散布恐惧心理和失败情绪，把工程拖延到冬天。余下的工作，暴雨和洪水会替我们完成。在经济上一出现困难，一定会引起民众不满，这样我们就能对这个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用什么方法联系？送情报。通过谁？因为我不能亲自到美国使团来。朱拉肯明嘎，认识他吗？认识。很好，亲爱的。那么，找地。干不了了。祝你顺利，等候你的好消息。那个书记你认识了没有？还没有。你要熟悉他，取得他的好感，他名叫斯塔夫里。听清楚了吗？清楚了。还有你要注意，共产党是冷酷无情的，如果你当场被他们逮住了，那就完了。所以你要善用智谋，要用智谋。Good night. Good night.
只要有心栽树，总会开花结果的。上帝保佑你。也该给我祝个福啊。啊，朱拉克，上帝亲自给你祝过福了，他赐给你美丽。要搞干它，我担心我们共和国的国库也得搞干了。这话20年前那个意大利工程师也说过，可结果那家公司把老百姓的钱搞干了。啊，这件事你也知道。总之要弄干沼地，得有机械设备和很长的时间。这话那意大利人也说过，都是工程师，说法当然一样。他是外国人，资产阶级，可我们现在是人民政权，我们要用现有的条件，两只手。如果说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书记同志，你当过电工，打过游击，可对改造自然这件事你是个外行。谁听说过要弄干沼地光靠两只手啊？我们就能，至少得有15台挖土机。能有当然更好，可是我们的机器全被战争破坏了，难道还拿自由去换外国的机器？你说呢，堡垒同志？你说的对，应该利用现有的条件。以后看吧，以后看吧。哎，卡桑，这沼地弄得干吗？德国鬼子都能消灭，沼地咱们还能弄不干呢？简直跟挖土机一样。来1万个你要吗？你说义务劳动呢？对，义务劳动的。来，哎，来，哎，来，哎，为什么把土扔在轨道上了？那扔哪儿啊？是啊，轨道应该铺得远一点。这是你的工作呢。我说过了，书记同志，我不可能多管道。不过你还是应该多关心他们，他们头一回搞建设。给我捉到了，薇拉，我捉到了。哎呦，叫他逃走了，我非逮着他不可，把这臭资产阶级的脑袋揪下来。我留在这儿。他跟你讲挖土机呢？我是庄稼人，脑袋不管用，学不会呀。哎，我也是庄稼人呐。是啊，大家都是庄稼人，可别人不像你那么聪明啊。那你学呢还是不学呢？哪有瞎子不想看见亮的？做得好，学吧，以后你就带着薇拉到全国各处去跑啊！不过别把薇拉累着。哎，哈森，脸怎么肿了？因为睡在露天里，蚊子叮的，瓦西里没把工棚搭起来。哦，我这就跟他说去。你好。你好。这房子你满意吗？还可以。工程一完你们就能离开这儿。瓦西里在吗？他刚出去。哦。请问您是谁呀？我是斯塔弗里。哦，就是您呐。原先我以为党的书记一定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呢。请进来坐一会儿。谢谢，下次再来。您住哪儿？办公室里。没住新房子？新房子先给有家眷的人。
这么说您是单身汉？对，单身汉。再见。再见，欢迎您以后常来。两步向左，然后再两步向右，一二一，一二一。怎么了？没什么。同志，你跳的不对。我？先两步向左，再两步向右。一、二、一、一、二。哦，啊？很好。上的变化太大了，这种脸对着脸，肚子对着肚子，算什么舞啊？你看见了吗，老聂维克？看见了，看见了。你说怎么样啊？怎么说呢？这不明摆着吗？人变坏了。哼，要是在我家，我就不许跳。嚯、哦，小伙子，还是来个迪波利舞曲那有多好？要来的，大叔，你别急。来个火。什么？见鬼！借个火行吗？谢谢。我们的那只公猫也在跳。达利普，你过来。你试一下，并不难跳。一跳探戈，你就像驮货的驴一样走小步；来胡步舞曲，你就跳大步，就这样。我看你的脑袋变坏了，我的孩子啊！老聂维卡，你把画像放在哪儿了？那、no, 我拿来了。那咱们赶快走吧。卡萨，人家在会上表扬了你，哎，宣布你是突击手。哎，可是干嘛送你这么个神父？这不是神父。怎么不是神父？没错，你看看这胡子这么长，跟迪奥尼西神父的胡子一样。哈森，你来到这儿来一下。这个是神父吗？不是的，大叔，听见吗？怎么不是？明明是的，这就是迪奥尼西神父，我认识他的。也可能是迪奥尼西，这神父我没见过。这么说，他们是在捉弄我。斯达弗里同志，什么事啊？斯达弗里同志，感谢你表扬我的工作，可为什么送我个神父？什么神父？那这个，他是马克思。你这老糊涂！去你的，谁也没请教你，快给我走。达利普说的对，这是马克思，马克思。你开了我个大玩笑，老聂维克。斯达弗里同志啊。你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吧，省得我回到家里再跟我老婆争了。他准说这马克思是神父。赶紧签上吧。我已经签上字了。你不认得字？不认得啊。那你快去狮子班报名，明天有一个教师要来。真的？真的。那儿就缺你了，卡萨。斯达布里同志，斯达布里同志啊，妇女也要进学校学习吗？妇女也要学习，老年维卡也要学。我怎么上来呀？把脚踩在轮胎上。上不来呀。你太胖了，亲爱的，重的你上不来了。小弟能减轻你的负担。前面有个空位子，他能坐下吗？稍微挤挤就行了。
你也去义务劳动，大叔。本来他们嫌我老，不让我去，可我坚决要去。有你忙的，那有好多不识字的。不识字就等于是瞎子，小伙子，这也是我们应该消灭的另一片沼地。干什么？对不起，大叔。你上哪儿？别拉我的胳膊，疼死了。你注意，你是跟谁说话？谁同意你去的？参加义务劳动用不着谁的同意。沼地上不少你一个。大家都这样想，沼地永远也干不了。你仔细想过没有？你是个什么样的人，阿里克斯？丽娜。你打盹了，老尼维卡。你们怎么搞的？吃饭老是误点。工作地点远，我们没发牢骚，你倒训开我们了。啊，我的老尼维卡，怎么今天你又请我们吃豆卷了？小鬼怎么用手抓呀？盆子拿过来。鬼东西，等等，再加一点。你身体好？好，你呢？不坏。怎么回事啊？盛满的，盛满的。天哪，这么大个儿啊！盛满的，盛满的。我劝你别吃得太饱，听见没有？再来点，再来点。够了，够了。好，下一个。我们跟死人一样。什么？什么？简直就是死人。死人怎么会坐在这儿呢？真不像话，我们每天在路上要走3小时，应该给我们搭些工棚。要不帐篷也行。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你来有什么事啊？晚上好，请问你们当中哪些同志不识字？我。你叫什么？维拉格鲍卡。还有谁？用不到你操心。这么说，我应该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我说老师啊，既然大家都得学习，干嘛单找我？你叫什么名字？卡桑奇萨。你呢？卓菲陛下。岩石，再深一点。岩石，跟我来。岩石，主任同志，岩石。再在这儿打一根。这3天里我们老是在打桩，我们是不是在找金矿啊？你们累了啊？当然。
来，大家休息一下。这样吧，明天不出工。再见，同志们。再见。干嘛抽走我的挖土机？这样水闸还能造得成吗？我的工程师应该利用现有的条件。喂，没问题。Starfree， 那我们马上动工修渠道。他搞到管子了，那也没用。新河道正像我预测的那样，全是岩石。现在可以告诉 Force， 沼地不会干了。那么咱们必须改变方案。哎，瞧。奥斯里，按计划，运河本来是要这样开的，可现在我们要直线开。从表面上看，可以少挖3公里，挖出岩石也怪不得我们，懂了吗？完成这项工程要10来吨烈性炸药，他们是绝对搞不到的。等到雨季，大水一来，那就什么都……他们要不批准呢？对工程有利嘛。既节省时间，又能节省人民的钱，哼！一定叫他们在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怎么今天水还这么少啊？你能喝着已经算走运了，这车子还是老乡的呢，咱们的车子全都坏了，我跟瓦西里还吵了一架。留心点，留心点。每天要走2个钟头，用手指甲挖石头掘土，可他们连水都不给我们喝，这太叫人受不了了。没钓到，没办法，不走运。身体好吗？不坏，
工作，工作。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很……我不理解，打了四年仗，受过伤，吃过苦，现在还要这样拼命的工作，你还说这是幸福呢？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工作是人生最愉快，这是生活的。有孩吗？人生就像这根火柴，点着了，接着就熄灭了。生命是永恒的。你认为你能不死吗？生命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哎，我不死那就好了。你怎么只想到你自己呢？怎么能不想到自己？一想到自己我就担心。再过个几年，人家绝不会还像今天这样的来看我了。斯塔普利同志，斯塔普利同志，什么事？工地主任跟工人吵架了。在哪儿？在运河那儿。对不起。我们不是同路吗？我跟你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向来不怕吃苦，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吃苦，你弄得工人们连一滴水都喝不到。现在我代表大家要求你立刻给我们拿水来。没水管子，我早就说过了。你是工地主任，你就应该立刻去找。他应该去找，没错的。你根本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给我们拿水来。我不许你们这样讲话，我是工地主任。见你的鬼，你这头蠢猪，说什么？你这无赖，你把镐放下给我滚好了，穷鬼。你这是跟谁说话？臭资产阶级，住口。你听着，工程师，你还拿从前当老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工人？要知道今天我们是主任。真是白痴。达利夫，什么事？从工地到住处每天要走10公里路，我们要求能喝到水。另外我们还要求在哪儿工作就睡在哪儿。他们的要求我办不到。行啊，同志们，保证有水喝。再搭些帐篷。对，卡桑，搭些帐篷。哎，太好了，太好了。干活吧，同志们，干活吧。走，同志们，走。他们侮辱我，我听见你的话了。不尊重劳动人民，你的知识有什么用呢？我算过这笔账，为了水，2000人每天就要浪费2000小时。这样严重的情况，你没感到不安吗？我非常不安，可没办法。渠道为什么还不修？水管子已经给你了。管子不够啊，斯塔弗里同志，找农民修渠道的办法修，用一些水管修些渠。听着，工程师，这星期一定要修好。该死的沼地快把我逼疯了。应该沉住气，亲爱的阿波特。福尔斯先生说的对，你是一个绝妙的女人。你没刮脸，浑身都是泥，同他们一样。即使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也应该表现出比他们高一层。你说的对。巴西里来了。上哪儿了，亲爱的？买报去了。看看吧。37个人受到人民审判，我担心我们也会遭到这个命运。瓦西里，真的，他们也会这样写的。又一批敌人受到人民审判。你这胆小鬼，你想这样当苦力干一辈子，还是你以为不用斗争他们就会把你的财产还给你呢？可他们的势力大，他们有武器，所以我们才这样干。喝了这一杯，振作一下吧。工棚的事几时办呢？今晚上。祝你成功。华盛顿，美国之音。
开始广播。人民民主，民主，很好。很好，薇拉，这一课就上到这儿。大利普啊，你的薇拉今天只有一个错。哦，这小子倒真好对象了啊！你最近也很有进步啊，卡萨。啊，今天晚上我只发现你有16个错。这可不算多。哎，我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看看你写的像什么，乱七八糟。你少批评我，我有3分保驾。哦，3分就臭美了。小美人。干嘛老低着头啊？我只能待2天了。我不让你走，我要当挖土机手了，我要带着你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不回去，爸爸要打死我。不会的，你是他女儿嘛。再说，你也是我妻子。还不是呢，德利普。可你就要是了。为了，你再说一次，你爱我。嗯。你这个嗯，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我爱你。你这样说就对了。你呢？你吻我一下吧。不好意思了。怎么，义务劳动者还这样扭扭捏捏的？朱拉克，是我。怎么还不回家？我送我丈夫进城去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呀。害怕？怕什么？怕黑暗。怕黑暗。我请你送送我吧。好，我送你回去。你有火柴吗？灯灭了，请进吧。哦，太晚了，下次来。我请你，请你赏我一个脸，请进。你坐呀。喝杯咖啡呢，还是吃点东西？请你别忙，我吃过饭了，喝咖啡我要睡不着的。那么喝杯酒吧。幸亏遇到了你，要不然的话，我准得给吓得浑身发抖了。祝你健康。健康。我很羡慕你，你年轻，讨人喜欢，又是个单身汉，要讨女人喜欢，就
就不应该结婚。也许你已经有情人了吧。再见。 Stopley Stopley， 我亲爱的，你别走。你这是干什么？难道我不能喜欢你吗？ Stopley。 真该死！护士，活着，活着！同志们，同志们，快把大梁拿走，我给压住了。Stopley， 快去救达利普！达利普在哪儿？在那边。德利普，德利普，德利普，现在你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可是我不能忘记
那件令人非常痛心的惨事。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个错综复杂的事件的线索？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在沼地暗中进行破坏的坏蛋？在哪儿能找到他呢？我尽了我的力量，工棚都塌了，你简直是个大废物。你别乱骂人，我有我的尊严。你有个屁尊严，畜生！工棚都塌了，水又在哪儿？他这像话吗，书记同志？都别说了，你们两个人全都有错。你有怀疑是正确的，同时你还要更加仔细地调查那些敌对阶级分子的活动情况。在谈话里，他们会同鳗鱼一样，绝不会轻易地让你抓住，而是暗中破坏。肯定有敌人，要不怎么解释呢？大家不分日夜的干，而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不过也不应该忘记你在工作中的缺点。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责任，吉克。有时候我灰心得很。你是不是衰老得太早了？这没完没了的雨真吓得我们火透了。你别急，太阳会出来的。当然了，那当然。我们祖国的语言是卡萨。等待，安排好我们的生活。对他来说，上课比拿稿和拿枪要艰苦啊。我们未来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就该从这些人里边产生，到那个时候搞建设就方便了。我们一定会回想到这最初的年代。我们祖国的语言使生活明亮起来，还有把我们各个地区逐渐的建设起来。这是一种美丽的语言，它将给我们带来光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光明。就是说，这种光明将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幸福。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一个 staff 里，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为你骄傲。我早说了，你们这是白白的耗费心血。这儿住着一头鹰，它住在水和土的中间，它从来不肯离开它的那个窝。这是上帝安排的，我们一定要弄干这片沼地。同志们，能弄干吗？能弄干，能弄干，能弄干。开始我们是这样想的 ，Staffy 同志。可现在，你们想不干。那么谁来替换你们呢？能换的人要到15号才能来。
国家还很穷，不可能花钱去招请工人。你们想想看，同志们，要是都开小差，那么这片沼地还可能搞干吗？不可能，水灾还会有，蚊子还要来吸我们的血。可收割也挺要紧的，庄稼遭了雨，总也能收点吧。要是不去抢收，就没吃的了。这五天非去不可，要不就得吃野菜了。关于收庄稼问题，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今天夜里，我们就派人到你们村里去，通过党、人民议会和团的同意以后，马上替你们把小麦割起来收藏好。你当然不会担心，因为你是一个人，家里没人挨饿。我瞧你恐怕主要是累了吧。当然我觉得累，我不能用手指甲挖干沼地。你忘了当初战争的时候，记得吗？开头也只有一支枪，现在为了粮食，为了建设新的生活，这也是战争。当然你们是义务劳动者，你们可以走，但是你们这样做等于把同志撇在泥里，让资产阶级高兴。别说了 Stafford， 让资产阶级淹死在运河里。 Stafford 同志， Stafford 同志，不好了，大水冲进来了。人怎么样？有没有伤亡？人都出来了，可是现在堤坝很危险。你上哪儿？回家呗。你想回家？还等什么？你们就爱用老方法，这种时代过去了，明白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书记同志，按计划水闸一个月前就该造好，可是现在你还让工人泡在水里。我请你听我说，这不是我的错，他们不供应我石块，石块所有的炸药也都让他们拿去炸岩石用了。那你是干什么的？你说你这个工程师是干什么的？来搞破坏的。给我，抬不动了，气得我脑袋都快炸了。怎么了？一块瓷砖卡在里头。对，同志们快来顶住。水抽掉，我就去。
人在向我们进攻，哈森。大坝要能按时造好，那就没事了。堡垒被我批评了。这事不能怪堡垒，困难是工地主任造成的。堡垒他对工作非常负责任。说实话，我怀疑这两个人全都别有用心。应该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光生气发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常对我们说，对人要有耐心。可是你对包瑞就没这样做。我担保他是个好人。真是这样吗？你最好去找他谈谈。炸药怎么样了？到处都没找到。要开通这条运河，没炸药不行啊。等秋天雨季一到，就干不成了。完全正确，阿森。鲍里同志，谁呀？是我，达弗里。你睡了吗？晚上好，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进来吧。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你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剩下的最多也不过是搭起脚架把我绞死。咱们冷静点，堡垒同志。不冷静就分不清是非。我的头脑很冷静，可你是不是冷静的？你怎么可以随便说我是破坏分子？我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话说重了些，请你原谅我。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也有一个理想，为人民服务。我们有同样的理想。你是工程师，很了解工地上发生的事。是谁引起这些事故的？你想过吗？那些没良心的人。是谁呢？我，如果你以为你是那么坏，那你错了。好些工人都认为你工作很好。我说的事很重要。破坏分子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毫无疑问。请你帮助我们揭发他们。我希望你考虑我们共同的理想，堡垒同志。祝你晚安。祝你晚安。清楚，同志们，除了自然条件和技术上的困难，这里边还隐藏着一只破坏的黑手。要不然工地上缺水，火烧工棚又怎么解释呢？特别是那一片没料到的岩层。副部长同志，工地主任提的理由是不可信的。对，这里有个阴险的诡计，他们认为我们设备不全，打不穿岩层。很难相信工地主任在进行破坏，用他一个人恐怕不可能。不光是一个主任。这样吧，同志们，照我看起来，如果按照老计划开凿运河是来不及的，因为过不了多久冬天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办法打穿岩层，如果炸药搞不到就用炮弹。最好领导上给我们另派一个工地主任。副部长同志，到哪儿找呢？我们阿尔巴尼亚只有一个专家小组，我看在你们中间找一个好主任还是有的，你们说是不是呢？能找到。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准备另外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战争时期敌人就在面前，眼睛看得见，可是现在他们都隐藏得很秘密。为了懂得这些秘密，要好好学习斯达伯里。不管怎么样，你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你说的对，你们必须抓紧当前三个问题：揭露敌人，打穿岩石层，
尽快地完成水闸工程。为了不让敌人再有机可乘，必须把义务劳动者组织起来，像战争时期那样。第一大队，我们有750名。达利普康贝利大队1600名。运河大队3000名。普罗尔区3000名。琳达，你几时来的？好久了。怎么不告诉我？我不想打扰你。在哪儿劳动？找地。你好吗？很好。今儿天气多好啊。这儿一切都好。这可怜家伙在害相思病，我去一下就来。为这男人他多苦恼。你好吗？好，在劳动。在找地。在找地。你看这儿还有蛇，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呢？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因为在这儿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你什么时候回家？把沼地弄干。你疯了？我不许你再待下去。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不同，我要做一些事，哪怕是微小的。而你怎么看呢？在你看来，我永远是个愚蠢的女人。往哪滑？回家。我不回去。丽娜，丽娜，丽娜，准备，准备，准备。把岩石打穿了，我看找地问题可以解决了，你说是不是？哎，当然当然，那个想到用炮弹的人真行，还是吧。开始，快躲开。行了吗？炸！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破坏堤坝。堤坝，快！
可那是堡垒的工段。这我绝对不能接受。要靠你的脑袋，工程师。现在是落成典礼前夕，要是出了事，不管你我都要处死刑。你发疯了。听着，工程师先生，作为工地主任，过去我对你没有行使过职权，可明天我就不客气了。你这是干什么？他会告发我们的。鲍雷先生，如果我得罪了你，那就请你原谅。不过你得了解我，你知道我非常担心。国家把最重要的事业交给了我们，这是对的。可是你刚才要我做的事，就是连普通技术员也不能同意。那好吧，既然你以修水闸负责人的资格在讲话，而且又很有把握，那我就撤回我的提议。再见。再见。老混蛋。没办法，只好放弃，否则我们就要彻底暴露了。朱拉克，报告福尔茨。萨弗里同志，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请进来。阿波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我们放弃这计划？找地一定不能让他干。我们最后成功的机会不存在了。不，最后成功的机会在这儿。这是烈性定时炸弹，你对大家说，行动要迅速勇敢，时间紧迫。遵命。拉克明格，我们以人民的名义逮捕你。鲍雷同志，鲍雷同志，这是不允许的，你使用暴力，这是无产阶级正义的暴力。为什么画上十字？他们还活着。因为不久在他们的坟墓上就要插上十字架。上帝保佑你们。阿尔巴尼亚本来已经，可是现在，现在我们报道一下工地实况，人民伟大的节日现在开始，可恶的沼地已经干了，为了庆贺沼地的改造成功，现在请斯塔弗里拉拉同志讲话。
我们办成了一项巨大的事业，宏伟的事业。9个月来，我们流过汗，甚至流过血，但是由于我们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完成了一项资产阶级做了25年都没有能做成的工作。我们给沼地打开了一条出路，把里边的一片死水以及随着死水而来的贫穷疾病还有我们的敌人都连根除掉了。我们是战胜者，我们衷心的感谢我们亲爱的党，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万岁！Thank you.